一个女的跟她的公公在一起了，然后这个她丈夫知道了，就说难听点的，就整个村都说这个女的跟她老公了。然后后来这个男的也知道了，知道了这男的就是长期压抑，然后有一天就喝了那种白酒，喝了之后他就要掐他媳妇儿，媳妇儿好像说要掐的要，然后他就松开了，松开了之后他就上隔壁的屋找他去。他爸，然后他妈就拦着，给他妈扎了11刀，然后他爸就跳窗户跑了，然后他就满村里边找他爸，然后就满村扎透了，这个是一刀透的，所以前后有，而且就差0.3毫米就碰到肾的拐弯的那个位置，那个位置碰到了就治不了，感谢神经，我就嗝屁了。哇，你好幸运。对，也是好幸运。你那时候是不是也这么瘦啊？啊，就也不胖，但他刀大呀，他刀是猪的刀。你身上是不是没有纹身呀？啊，我的第一个哟，我的第一次给了你哟，我会好好珍惜你的第一次的。好的呢，开始计时，放松哈，还好吗？就是有点痒，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一下。好的呢，什么 O 型腿、X 型腿，有你在的夜晚只有 M 型和 V 型啊。啊！放松一点哈，也不是我不想放松，是你用第一下，哎，不想控制一下，生理反应不是我能控制的呀，就这个痒来的，哎，第一处的那个感觉，嗯，不见了，这种感觉它就像你刚谈恋爱的时候，然后你对象触碰到你的手，哎呀！专家说不好色的女人都容易衰老，那我们听专家。不为别的，只为长生不老。谈恋爱了，我想让那种甜甜的恋爱来亲近你。太难找了，那上哪儿找去啊？男朋友，来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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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受一下好吗？不疼的，老温柔了。那我扎完身感觉怎么样？甜甜的幸福感。恋爱了，恋爱了。对，我给你扎完身有多甜？很甜很甜，声音也甜，人也甜，有一种恋爱的感觉，奔现的感觉。你知道吗？我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我每天都会在凌晨1-2点的时候刷到一堆吃播。那既然我们哎算了，干饭的时候不开直播了，要互相什么果汁啊？加一呀！哎呀！这个流程可熟悉了呢。哎呦！不少人干活的时候真帅气，好认真，好迷人。哈哈哈哈，我们还是要下班喽，最后一起拍个合照吧。